Amazing grace,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. 从小到大，我折了有30-40次，每一次都是全新的痛。为了让自己能够走出来，我决定把没有用的脚给切除了，但我用剩下的身体找到了一个出路。